继续操练。是。盛将军，这位是新副相公，恭喜考上。你们先把果树的登记册准备好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是。是何必要违心的恭喜呢？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没有违心，我也没什么好说。楚木，你到底在生谁的气啊？你。你另觅新欢，居然还要生我的气。对啊，我就是既喜欢连燕儿，我又要生你的气。怎么样？你要惩罚我吗？无耻。对啊。我无耻，你高尚，你高尚的讨好先后，你高尚的攀附周王，你甚至高尚的袖手旁观，看着我姐活活被刺死。你居然把韩王妃的死怪罪在我头上，我不是袖手旁观，我是无力回天。无力回天，一定觉得杂役到上李局之手，你好大的本事。当日你就在先后身边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侯姐夫传个信？哪怕只是一点点提醒，我姐可能都不用死。我，你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你爱过我？是你早把你的心交给周王了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你怎么会在乎我姐的死活呢？你好不容易才得到先后的宠爱，又怎么会因为我姐放弃自己呢？对啊，我是喜欢林儿，知道为什么喜欢她吗？即使她是个青楼女子，也比你这种表里不一、爱慕虚荣的人强100倍。下一次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下官自己回去。我送你回去。不必了。殿下有何指教？还指教什么？你这不做挺好的吗？本王想要的你都做了。多谢了啊。